这样练腰肯定是不亏的，这是我发现的一个罕见的啊练腰 bug， 工厂模式，只要你练你就赚啊！可不敢胡说啊！老王直言发现练腰 bug， 自创练腰工厂模式，有理有据，一顿分析，结果竟出逆天神虫。看王哥自创的练腰工厂模式，究竟能否让王哥扬眉吐气一回？这样练腰肯定是不亏的，因为出师我也能卖钱。当你合出大众宠的时候，知音必带虚拟。这是我发现的一个罕见的啊练腰 bug， 工厂模式，只要你赚，只要你练你就赚啊！这轮有须弥之音，而且五技能，法资3055啊，体资5900，成长1.27，我资啊啊！可惜法棒没合上去，不是法棒没上去，就是须弥没上去啊！王哥今天这个运气可以啊，说来个五技能须弥这就来了。这个宝宝他妈是打还是接着合呀？先存起来吧。这组有这个应该是，这组成本的话是5000万，5000万合出这个他好像还行啊，再加上点石骨应该是不亏啊，这个就叫专业。来吧，我操，大众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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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第一组没虚迷，第二组没虚迷，第三组没虚迷，这组全拉工厂模式，首次被打脸，不玩了啊。你怎么解释？这练腰也太不给机会了，还行啊。今天的5亿多，现在开始要正式发了啊！给你打成一只3500的，我3500的虚弥，今天就不亏了。思路是对的，就看运气给不给力了。五开一定不会用的法术是啥？大水吧，然后是大雷，泰山和火还是比较好的。泰山施法快，火的话给人感觉是输出高。这宝宝兄弟们，这资质不打个高敏777，你别看他资质低，吃完元宵还有谁呀？对不对？五开的虚弥不可能没有速度的吧？没有速度他都得加速，所以说第一本书直接就高敏上。你别怕，这只宝宝必成。杀！必成回炉的复仇啊！打输一本吊还得看我王哥，那节目效果绝对满分。好兄弟们，今天就全靠这组了，5+7，7+3，最高10技能。昨天咱们合出了7技能，超级镜台啊，能卖个1000多。昨天鉴定军火也没亏。今天后半段啊，前半段是练腰，练腰练出来就打输啊。最后的希望，石锅巡守大众手，真牛逼啊！法资3313，我操 ，OK 不 OK？ 哈的笑不哈的笑？十国巡守法资3300的可不多呀啊！咱们不能再拼搏大法了，大雷直接认证啊！这只宝宝其实不适合任务了，适合打 PK 啊，适合打一致加劲爆，龟速还能守尸。认证完就8技能了，再拿来任务肯定浪费啊！一本书必干法连，神佑再生慧根加虚拟4个冲突位置，直接让他全强行啊强行干掉后排的垃圾技能。会跟掉了，下本书啊，再打法爆啊！我打法爆的思路，我要跟你说一下，打法爆是干永恒的位置，然后覆盖永恒，覆盖高敏，高敏现在不是咱们想要的书了，然后后排大推推虚弥，但是虚弥和再生出假位，所以说这本书高法爆掉的是永恒敏捷和再生啊。王哥这个预判是真厉害，一个没说对，下次别预判了。咱们下本书打法博，哈哈，你说的一个没掉，没事没事，虚弥没掉就行了，没事，咱不怕脸疼，就怕老板心疼。高敏掉了，高敏掉的好，这只宝宝要高敏没啥用。四法术敌神佑，这只宝宝快行了啊！今天快不亏了，兄弟们啊！成败在此一举，高魔心。操，完了！老板，咱俩还是挺合彩的，你不用秒钱了，钱应该是够了，我不能再多花你钱了。这句话充分体现了王哥当时内心的不自信。这老板每天都能给我难忘的回忆，这种拿这个7技能镜台和你，这就属于异想天开了啊！虚弥跟镜台它是不叠加的，就算是镜台打成全红，它也不会拍虚弥送绝。
兄弟们，这次会再出大总统啊，就他妈起飞，主总副总爱出啥出啥，滚！出知音了，兄弟们，反核出知音，大众丑。现在上面肯定有四边，法报、法播加魔心，一个都不能少。老板今天六亿资源啊，六亿资源还剩2.6亿，前面四个法报、法播加魔心，俩币带都已经出过了，下一个技能冥思再生法莲，虚迷 OK， 神佑。哎呀，这是打还是不打呀？兄弟们，这组必回炉，说实话这个必回炉啊，因为这个打书太贵了。王哥除了打书欠缺，炼妖还是挺为老板着想的，关键的数字他没法用，然后 PK 的话他还用不了，所以说这只宝宝咱们今天已经这样的情况下来一个出其不意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哎，你这人有点意思啊。来了兄弟们，来再重新看一下技能，这个不认证，因为有认证有机会出名思，防御啥的都不冲突，飞行啥的都不冲突啊！这是七加六，出知音 ，OK， 再一次大众宠，而且是双特，又给了我们机会啊，兄弟们，机会来了，把握住，966数字上来了 ，OK， 这是要逆袭的感觉啊！第一个技能法爆 ，OK， 烈火 ，OK， 飞行，虚迷，冥思，神佑，出其不意，法爆。老板，你今天炼妖所有亏的钱，一个全都回来了。